How much? 用 beef curry。什么味 ？Curry，beef curry。没听懂。Beef。Beef。Beef。You know beef？ 有哟。有哟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哥，我现在在香港的尖沙咀。尖沙咀就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，我现在路过重庆大厦，这个时候门口这里企满了招揽生意的人，他们不停地向我招手，我就勉为其难地走进去看看。当我右脚一踏进这个门口，这个时候迎面而来的就是三四个这个外国面孔的男人，大家我几张卡片，有饭卡啦，同埋住宿的卡片，他们不停地同我介绍，讲个粤语我就听不明，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有饭食，叫我去吃饭。不用了，当我拿了卡片之后，我发现他们一直跟着我，而且就是不停地讲，我有点担心啊，所以我就将卡片给回他们了，然后快步走，不讲话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缠着我。重庆大厦这里宾馆都是拆了名的，我们的左手边就有个住宿酒店，有世界阳光酒店、台湾酒店和恒隆宾馆等等的，跟这个靓仔倾下偈先。我觉得C座三楼有房啊，有房啊，是C座三楼，两个床啊，两个床，200块。啱先就同嗰位哥仔简单咁同我交流咗一下，佢话呢度个住宿系200一晚，好平嘢噶，三楼有房，而且就系双人房添。我本来就想搭乘电梯去三楼睇睇房间嘅环境如何噶，但系我睇到电梯嘅七七日日，大部分都系呢啲外国嘅男人占嘅比例比较多噶，想咗一下都系唔去啦，安全第一嘛。重庆大厦个传说大家都听过嘅，我哋依家就系完整里面行下，睇下里面系咩环境嘅？好多咖喱味啊！有冇闻到咖喱味啊？梗系好食啊！咖喱好食啊！啱先我就话里面个咖喱味比较重，有一个路人甲咧就回我话咖喱好好食啊，我都跟多了。佢咁样多菜请你到嘅。风扇电风皮箱。好想在这里买一个皮箱啊，我那个已经拖的时候已经那个轮啊已经是坏了的，看看这个我感觉有一点薄啊，这些里面就是枕头了，我们往这边看看，这里有比较多这些东南亚小食啊，咖喱，这个炸油炸香蕉土豆，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饼来的，印度饼，印度饼啊，咖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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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印度缪斯啊，呢边全都系啲薯片，全都系英文嘅，其他国家嘅应该系进口噶，嗰边冇啦。行出去，越往里面行，我感觉我已经是身处异国了，里面全部都是其他国家的人，中国面孔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啊。再加上这里播放了一些听起来好像印度啊、东南亚的音乐嘅，音乐咧就有啲哀声噶。哇、哦，睇下呢啲，呢、这个系咩嘢嚟噶？全部都是英文嘅喎，看不明白。披萨、咖喱、牛肉，好 much？ 用 beef curry。什么味 ？Curry，beef curry。没听懂。Beef。Beef。Beef， you know beef？ 牛肉。Long this one。这是羊肉。Yeah， this one beef。B double E F beef。This one chicken, 咖喱鸡。咖喱鸡啊？ Yeah. How much? This one with rice, $40. $40? Yeah, 40. 40港币吗？四十港币。对。哦。看一下啥？40咖喱饭。
买支饮料。啊，呢边仲有个宾馆啊，啊呢栋呢栋仲有一个宾馆嘅住宿噶，佢总共有九层，东南亚宾馆、扬州宾馆、乐公堡宾馆、文珠馆宾馆、酒店啊。在这里行出去，又是咖喱牛牛肉和羊肉，牛肉行出来了，哇！呢度咁多人嘅，呢度点解咁多人噶？我在度擺支飲料啊，冇標價錢嘅，我攞支哇呢支大支嘅維他，檸檬茶冰咗嘅。多幾錢啊？八蚊，微信一元斤啊，微信都得啦，啊，打字系系 OK。Penny， 哎呦，啊，八蚊，好，我买咗呢支八蚊港币嘅，嗯，好啊。呢度仲有间响换钱嘅。这个国家的犹太，这个国家的兑换比例。